我是希望马勒班呐、龙哥他可以用他坚强的意志。海军陆战队在汉光演习预演，突击交舟抢滩登陆发生翻覆意外，抢救至今的阿马勒中士与死神拔河却仍撑不下去，能跟他在同一个艇上。 真的是很光荣。同艘艇的陆战队弟兄每次想起这次意外，都会难过哽咽。少了一位优秀学长，一位照顾人的大哥，这起翻覆包括阿马勒在内，三位第一时间失踪的弟兄陆续离世，而阿马勒留下四个孩子，在经过两个月治疗，却还是撑不下去，得拆下叶克膜，放下一切。公司有这样优秀的干部，我们非常的悲痛，同时也会按照 总统的指示以及国防部各级长官的指导，全力做好后续的追进、因公抚恤以及丧葬等相关事宜。原本因为疫情缩小规模的汉光实兵演习，因为这起意外让军方重新思考陆战队突击艇快速抢滩演练的必要性，暂时取消操演内容，重新检讨，找出最安全、最有效与挑选最适合的操课人员，发挥最大的训练效果，不让三人的宝贵生命白白牺牲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